周琦开场命中三分。腾讯体育讯，8月27日 ,2018 雅加达亚运会继续进行。中国男篮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印尼，周琦命中开场三分，并在防守端贡献大帽。周琦命中开场三分，开场一分钟周琦外线命中一记三分。这也是中国男篮这场比赛的首次得分。周琦送出抢断，比赛进行到第四分钟，周琦在防守端贡献抢断，周琦送出火锅，比赛进行到第六分钟，周琦在篮下送出火锅大帽，展现篮下统治力。周琦暴扣，第三节一开场，周琦篮下抢到进攻篮板，然后完成一记暴扣，周琦钉板大帽，第三节进行到三分钟，周琦在篮下送出钉板大帽，